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定义这个有序哈正整数对上的这个函数，哦，这个函数呢满足这个三个关系啊，哦，就如果这两个是 x 的话，它是 x， 那这个函数它有对称性，然后也满足这个关系式，那么它问呢这个等于多少？首先哈，我们来证明呢另外额外的性质，就是说哈。F 哈 ，x nx 的话哈，这个会等于 nx 的。怎么看呢？我们是可以从这里看，从这里看的话哈，我 y 的话我给它带多少？带那个 n 减一 x， 也就是说哈，在 n 减一给 x 的话就变成 nx 哈。啊，这个我令它是 n 减一 x， n 减一 x。那这样加起来就 nx f 哈 x n 减一哎 x 好 y 我定它等于 n 减 x， 这个是给到等于是y 的话是 n 减一 x f 哈 x， 那就 n x， 那这样我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 f 哈 x。nx 呢等于多少 ？x 消掉一个，就 n 减一分之 n， 那 f 呢 ？x n 减一 x。好，那我现在啊又可以把 n 减一看成是 n plus， 啊利用这个关系式再把它展开来，就变成 n 减一分之 n， 啊乘以多少？这个还可以再展开成多少呢？n 减一 ，n 减二 ，f 哈 x，n 减二 x， 好，然后呢，一直做到最后的话是 n 减一乘以多少呢 ？n 减一 ，n 减二，一直乘到最后的话哈是多少呢？最后的话哈就是等于多少哈？到最后的话，这个哈，这里会变成大，变成是 n 减 n 减一啊，好 n 减 n 减一，好，那 n 减 n 减一的话，这会跟这个一样，好 n 减一啊，好 n 减 n 减一，好 n 减掉 n 减一，啊分之多少呢？上面比下面哈多一啊。我就变成 n 减掉多少 ？n 减二，啊乘以多少 ？f 哈 ，x。那现在的话哈，这个这里就是 n 减 n 减一嘛，这个就一了，哦就 ex 了。那 ex 这个上是等于 x 嘛？那这里的话都可以约掉，这是等于一，它是等于二，哦就一二，啊再来的话这个是啊，这个是二三这样子。然后就约掉，他们约掉，好，跟前面约掉，所以剩下的剩下这个 n x， 好，那我们就得到了这个关系式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来做这个，做这个怎么做哈？我们都是引用这个，啊，用这个呢 f 哈，这个多少呢？这个是，x 哈 ，x 加 y。这个等于 y 分之 x 加 y， 啊 f 哈 ，s y 啊。好，那现在这个东西哈，这个是对称的嘛，我就把 x 拿过来，现在就是 f 哈， 12 45。那这样的话哈，这个12的话是 x 啦，那这个呢，这个是等于呢12加多少呢？加33，好45，所以这个是等于那个 y 的话是33嘛，33分之多少呢 ？x 加 y，x 加 y 45，f 多少哈？ 12，再是33，那这个又可以化成多少？化成呢这个 y 的话，这个是啊，这个是等于12加多少呢？加这个33减12嘛，
这多少？这21啊，好，21，哦，33，那这个的话，这个是等于 y 的话是多少呢？21/33，那这是 f 多少哈？12+21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以后的话哈，这个就可以消掉，用多少呢？37/21。3×1=55，所以这个就等于7/15 ，f 多少呢？12/21，那21等于多少？21减12，这是9了，九，就12哈、哦、加上9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就是等于哈、哦，那个。这是 y 嘛 ，y 就是9/21，那 f 多少？12，那跟多少呢？跟这个 y 的话哦，现在是9了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可以倒过来，倒过来是9跟12，9跟12啊，那这又等于多少呢？这个7×3=21，33得9。3×5=15，就等于5哈，它乘以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多少？等于是9+3嘛。哦，就 y 现在是3，3/x+y 是12。f 多少哈？9，啊跟那个3 ，x 跟 y 3嘛。啊，这个现在是它的3倍，所以呢，这个的话，3×4=12，4×5=20，20哈乘以多少呢 ？f。三，啊，这是3×3，哦，是 x， 啊，这是3×x， 所以这个是3x， 所以20啊、哦、乘以3x， 3×3，9×28，180，所以答案是180。